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收看我黄金城先生的怀旧系列《恐龙维基二》。那么我们是继续就昨天晚上的进度吧。我们现在是玩 easy 难度 ，easy 难度我们还不用太担心了，也不会有什么超恐怖的怪物。嘿，这个 ，What's this？ 红色的电源现在在启动，装置在启动。Reactivating main power. Please check computer until power is supplied to all devices. Warning.When power is overloaded, this reactivation process will be suspended. 要启动电力啊。要怎么启动？啊，这个吧。好，我们用这个。这样看，嘿、欸，哦，那还好。我就知道，哦，蓝色，蓝色，哦，有 boss 要出来吗？昨天我们就先卡在这边，有没有想说这边应该都有 boss？ 哦，我电脑开了，旁边好像有一套服装哎，哦，我们继续换回这个。这个就榴弹发射器还是火焰发射器吧？这啥？里面不能进去。往上。准备是电源在启动。现在才给我看这个有什么意义？取出，这个是要干嘛？非常无聊的。这边好像有，没有？我们操控电脑吧。湖底，哦，自动下去。我那个潜水服刚好用到了。Warning, object blocking elevator shaft. Emergency shutdown. Well, 我刚刚怎么一个男生的我的声音？我哦，来了来了，就这个吗 ？Boss 吗？哦，不要不要不要！不要过来！不要过来！我会惊惊，不能吃。这个
暗餐。射死有哦，不是 BOSS 啊，无法持有，我们也不能吃了。嗨！再来，不是走这里。嗨！嗨！嗨！没有敌人了，走这也没错。哦，哦，可怕可怕！我用走的。下去，哦好，这边没问题，我们慢慢来，有潜水装就好办事。哦，吓死我！不要，这里是要很强的冲击力，先进去，无伤6000，这样才6000哦，我那个蛇脊龙用下去都可以直接，哦，有那个 sharp， 这里绝对是安全的啊，我们先来看有没有新东西。在水中，我想是有新装备吧。不过这个也蛮强的。哦，有欸，水中用的最强武器，小型鱼雷射出强度，大约可以让建材破坏。哎，刚刚那个门是不是就可以用这个？弹丸。直接给他加到200。好，我们换装备那个好，试试看多强。哼。速度比较慢，卡片，机械冷却用水路，冷却水循环式，原来十几年前就快20年前有那个水冷的概念，好厉害啊！哦，这个。旁边那边也有路，这里大概就这个路了。啊，这里要走哪里？我们先暂存一下，看一下要走哪里。通行禁止。不行，这边不能过去。我们回到刚刚那个地方，它有那个像门的东西。好，我们出去。
跟他们肉搏。可以破坏吗？强力冲击，真是中文版的好处，就是你看得懂他在说什么。好吧，我们都已经这样了，我受伤了。好，继续。我们走这里，湖底运搬通入一，一发搞定。心脏子有点缩起来一下，我们就不理他了。四只七千八，比蛇脊龙还小。先走出来，这边我们仔细看一下要怎么走。哦，升降梯，小型作业用，操作必须要有电源，有两道门。哇，四个头。我们走这里的，哦，这水路真的有点新刺激啊！尤其它音乐成分又非常的压迫。很可惜。不能关吗？仔细看一下，我们绕后面，吓到。不要吓我！啊，被咬到了，我的乌纱。跳起来，跳不起来，怎么办？
跳不过去，算了。压抑的这段其实蛮有压抑的，哦，来到这里我们直接走，这水路太慢了，应该是说我们的动作太慢。哦，这里有这个，那就好嘞。看一下我们这里要怎么走？我们左边，左边，下面要么，我们走这里。这边也不会有怪物了，因为这个地图我们是存档的。红色水路遮断啊，我们要那机器，上上个地图上上个区域有看到那个类似电路盘还是什么什么的，好，我们走，遇到就给它咬就好了。尽管来，哦，吓到，嘿。好，没有。到这边无伤。哎，没有无伤，怎么可能？没有被打到啊！有时候他不给我奖励的。电子卡。湖水管理操作什么东西？我们看一下哦。Door， 我们红色那边是卡住的。看一下哦。跳起来！我们看一下，我看一下，我们现在是湖底，哦，湖水循环管理是取得 file 7，哈哈。了解了解，在这里，在这里。我看到后面有一只，赶快绕算绕跑。我们要上去那个通道。吓到我！
过程，从走这里了。我们吃个补品，我们来吃个完全恢复剂太满了。再往前，目前没有怪物。慢慢走，又来，没办法吃掉，嘿，这里在这里，慢慢走，慢慢走。我听到声音了，这背景音乐也不太好。我们到这里了，看到支柱一部列崩坏，强力的武器冲击给予它就可以坏掉了。我们到另外一边蝴蝶运搬通路，目前没有怪物。作业用小型电源加，可以了，电源恢复。我要去捡那个吧，有了，痛痛痛痛痛，正常机能操作，没有必要去碰它。康博兔，这个地方我们继续直走，暂存一下，赶快离开这个湖底，这水路非常的压抑啊。不要理怪物了，拜拜。太好了，有够压抑的场景，比生化危机还不好，操作
等一下，那要怎么训？还是需要刚刚那个？需要刚刚那个？看一下，后面就慢慢需要一点点的攻略了。水流弹。水流弹攻击，对，我们已经过了。夹门操作插头，湖水循环管理室。我们到湖水循环管理室，这也是机械冷却水路，要走回去。看来就是刚刚那些了。呼，1200 PT， 好是好赚的。不要过来！啊！仔细想想，我防御那么高，天下无敌。给你咬，给你咬。哦，这音乐真心不好受。可以了，那个旁边穿防护服的应该也是这样死掉的。哎，正常机能必要，我们是搬运通路。我们再回去一个地方看看。哦，这边也是搬运通路。湖水循环系统管理室。没注意到。补品多，double kill。湖水循环，哦，有了有了，就这里，湖水循环管理室。太美丽了，禁止通行，操作端，好。Open， 会不会放什么大怪物？机械用冷却水路开启。哦，补血补血。
我想换枪欸，等一下换枪好，因为枪比较快。速度快，无伤，6000，16800。来，哎哎哎！干掉。真开心。冷却用湖水循环式。Come on, baby。用这个当背景音乐也不错。这轻松多了。不错。到了，真开心。我们在这边先补充一下弹药，就只是想要让它满而已。39万，真爽，真棒！然后 save 一下。它这个场景营造的非常棒，很简单，然后也不会把你秒杀，可是这个压抑的感觉就不太舒服了。很可怜的，这第二套服装，第二个人应该还会有一个人。来看一下地图。可以。红色卡片，新的 Dino Fire 蛇颈龙，就是我们都遇到的爆发系重火力，可以去解决它。上去，下去，原来是下去。好，炉，反应能源炉吧，湖上能源。应该有 boss 哦，果然有 boss。尽管来，海底的蛇颈龙。我按掉了，这要怎么打？
先，往前。我们看一下这个要怎么打。嗯，哦，直接击倒他。哦，痛痛痛痛！等他来，我们互相都。The water current is presently normal. 简单。Deactivating defense mode. 这是 easy 吗？这里取得，看一下我们要。往继续往前走，往上吗？喂，好样的，看来要从另一边走了。接下来就没怪物了。按到了，哇哩嘞！啊，然后直走，我上不去。我们啊，有了，小，我们再吃一下小的。这样我们全部满了，完全恢复去满了。哈恰，这里要怎么？好，继续往前。这水还是有重力吗？完全恢复剂，妈的！有重力的水操作，操作。有去游泳池应该也知道说，有去游泳池应该也知道说可以浮起来，水母漂就可以了。哦，换了。如果无伤的话，应该会更多钱。新地图。小型操作方法，电源部分把它烧去。看看，我们换操控这个。嗨，没办法，他骗我。哦。Welcome back. How's the water? I don't recommend the diving in this resort. 应该换我们主角。Hey, this is David. Is anyone there? Answer me, over. I knew you were alive. Yo, Dylan, I found some back here. Really? We're about to give up. Where are you? The place is Edward City. Hurry. There.哦，他告诉我们在哪边。David! Edward City! That's not far from here!
Let's go. Oh, 换我们的男主角解除，他太急了，是吗？现在的任务，麻烦赶快去跟他们。尸体旁边由另一面闸门来到城市前运班通路，这边应该是没办法过去了。啊，可以啊。我的武器，可怜，大型的草食恐龙，哦，撞向那个墙壁，然后气绝了。看看他的头外面有什么东西。两个。哦，还有两发。我们前面这边右边是红色一闪一闪，完全不知道。先去那边看有什么东西可以捡。去前面，哦，看到了，呆诺 ，fire， 哦，这个3.7公尺提高1.2，不知道是什么新怪物。就这个吧。三发，远一点要三发。我们走这里，不公平！我男主角这就走这里，城市前资材置放场。